难道如果人的心不改变的话，难道这种问题不会在这个全世界去蔓延吗？是会的、哦。在那个时候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很可怕，大家也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真的，因为有些东西你看到拿不到，是不是？明明就可以让你解渴的东西在你面前，你就是喝不到。所以对于一切未知的未来，究竟何去何从？所以几年前我还就在讲，我们还有点力气啊，赶快去这个平乱反正，是不是？但现在是不是这世界好、哦、我们平乱反正的力道跟速度还是不够，导致现在好、哦、乱象丛生。那现在看起来还有那么一点的力量，就赶快吧。好，这个平乱反正啊，不管你在哪个国家，都与你息息相关。所以这个邀请全世界的人一起来，我想不为过，因为毕竟都是大家共同出路。哦，所以今天邀着大家来到超马的世界，大家能够好好的生活，这个未来啊、哦、有一条出路，我想这是好事一件。那么也就不分彼此，不分你我的啊、哦，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啊，邀约着更多的有缘的朋友一起来做可能性的一个规划吧。毕竟大家有志一同的人多了，这个全世界也比较有希望，因你我亮起来，好、哦，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事情，所以我想，不管在世界在哪个角落，你应该要当务之急的，好、哦，去广邀天下善士，大家亮起来。好，感恩老师。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好、哦，那么把这个可能性的这个脑筋里面的逻辑啊，让多点人清楚了解这世界的乱象，可能有可能的降低。我想这就是你我有福的未来，否则我这些年呢一直在讲这事情。天让人自己去平这个份乱，你人自己不乱不平了，那天下手，到时候就是该怎么做怎么做的时候，人就不会舒服。那人是不是要好好做呢？要分真心与假心。真心的人做，那后面才会有真正出路；假心的人做，那就是悄悄法器，后面是不是那么回事？因人而异，大家各怀鬼胎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了是啊，不要变成是天地来帮人类这个结论找出路，不如人类自己来吧，自己来好好整理一下，来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，人类想要谋生面对，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实，必须要来抉择的时候。所以因疫情呢、啊、而凸显出现在已经走到人类该抉择的时候。那么现在来看，为时还没有太晚。晚了今天，晚了明天，后天的时候会不会太晚，就不知道。